今天去他接的是吃肉粽的干贝虾酱萝卜糕，好，这个也可以用蒸的，也可以用煎的，然后是大鼎餐饮七月慈做的，就是大鼎活虾他们家的。好，我刚已经放油下去了，好，热锅下去煎，其实用蒸的也可以吃，就是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吧，我比较喜欢用煎的。蒸的话也可以，蒸的我们明天再蒸蒸看。好，刚等一下可以翻面来看看。好漂亮哦！太棒了，轻轻的。其实现在用的是小火，因为可能它一下子煎得太干，会太焦，所以就是漂亮，我自己觉得这个颜色很棒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上网去看吃豆豆。